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呀、啊！立身，一学以读书为本，读一本书，赏几句诗词，感悟人生，启迪心灵。编的呢？刚上初一的时候。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，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烟。你抽烟吗？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打死我。抽烟的同学多吗？也不少。再说我也是个男人，有点男人的样子。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敢抽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。喝眼保健操，健身健身，别电视了，谁开始？走，我来先。对，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，你们上班族最累了，放松一下。爷爷，我也要健身。好好好，走，身体好。北京五点整，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高晓。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，加强自身健康管理，让我们从减盐、减油、减糖做起，始终保持健康口腔、健康体重和健康和爱于心，起于行。中国之声公。伴着清晨阳光，跟随音乐的节拍，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中国之声运动星辰节目。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。